好，我是大嘴小巴。今年众星云集的华表奖，那真的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人山人海，名场面一个比一个精彩，成了我的快乐源泉。走红毯环节，女星们争奇斗艳，最让人惊艳的是杨颖和陈都灵。杨颖这身白色黑边抹胸裙，加上玉簪盘发，好一幅东方水墨画。而陈都灵黑白折扇裙，温婉淡雅，品别致。明艳动人的有景甜、柳岩，性感的有毛晓彤、江疏影、乔欣、张天爱，身材个顶个的好。年轻女演员里有关晓彤、林允、张雪莹、徐娇、蒋依依、文琪、刘浩存等，都还算发挥稳定。但李庚希这是什么啊？就不像个女明星啊。电影常驻嘉宾周迅、章子怡依旧耐看，张小斐生图视频都很能打，但小妞电影的白百合就变化好大，状态很差，脸很浮肿，整个人像发福了。这套宝蓝色长裙老气又呆板，两边的口袋是啥玩意儿？女明星给观众养眼，男明星就有些拉胯了，为啥男星身材就卷不起来呢？看看刘德华，60多岁的年纪，高清镜头下这精气神，这皮肤紧致感，再看看这些青年男星，脸肿的脸肿，疲惫的疲惫，就跟晚上刚偷完牛回来就被抓来走红毯一样。哎，看了一圈，哎，也就杨洋、黄景瑜、吴磊还能看。男演员们参加活动就拿出最好的状态，生活规律一点。年纪轻轻的你们，连素颜的谢霆锋都打不过，你们羞不羞啊？除此之外，这场红毯盛典还搞出了很多事儿，比如王一博好好走个红毯，就被人盯着裤裆问是不是脱线了，甚至被顶上热搜，这是好大一个社死现场啊！气得粉丝解释是褶皱，直呼眼瞎性骚扰。此时高雅麟上前表示：“我才是裤子裂开的那个。”我一出门一上车，我一坐，我感觉谁在我屁股下边放了一瓶矿泉水，噗！我说：“哎，这么凉，谁倒水洒了？”我一摸，裤子开了，开裆裤了。对。然而更觉得是陈都灵走红毯，工作人员现场惊呼：“陈都灵比白鹿好看。”他比白鹿好看。你瘦的时候就少点什么，少点什么。这让本就互看不顺眼的两家粉丝吵得更加腥风血雨。白鹿粉说陈都灵捆绑白鹿炒作，陈都灵粉说明明是工作人员说的话，却要让陈都灵背锅。吓得官博急忙回应：“啊，不是故意引战，不参与讨论。”女一女二闹完，哎，这边男一男二又搞上了。张译走红毯被问张颂文：“张译，颂文哥呢？”旁边吴京听到后皱眉说了一句话，貌似是别挑事儿或者这帮人。看吧，这两家粉丝又闹上了。好家伙，现场观众都是来找事儿的吧？此时王景春老师也被人找事，像被押送的犯人一样走上红毯，真的要笑死了，那是一动也不敢动啊。王老师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，是不是害怕刘敏涛的红色高跟鞋呀？对于网友的热议，王老师也现场回应：“大家开心就好。”看得出来本人都很认同这个梗。王景春僵硬的不行，邓超这个谢影包走红毯那叫一个游刃有余。祖国的奋斗与荣光，典礼的舞台上啊，也是身兼数职，我们期待他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。其实我们常说呢，竞技体育跟开演唱会似的，和观众击掌握手自拍，别的剧组规规矩矩拍照，到他这儿场子瞬间就热起来了。老邓头是怎么做到随时随地进入兴奋状态的？到了华表奖颁奖典礼，那更是把周迅、沈腾、吴京的经典表情包那学的是活灵活现。我想起了迅姐的一个表情包，想到了她的表情包。好多人啊，你过来呀，你快上来陪我，我很害怕呀，快来主持。欢迎你，欢迎你在后台等我。邓超，内娱晚会很需要你。吴京表示自己也是控场子选手，指挥红毯站位，带领大家摆 pose， 和胡军等人站在一起，活泼程度能把年纪最小的易烊千玺给比下去。然而当他遇见谢霆锋，那叫一个难舍难分，就跟那刚谈朋友的小情侣似的，好腻歪呀。红毯拍照环节 C 位是明星心里的痛啊，
那是真烫脚啊。张子枫历经过上次北京电影节朱一龙张颂文让 C 位，他在后面手足无措的蛇皮走位后，估计吓得深夜都要告诉自己不要站 C 位，于是这次看自己又在中间两个位置，立马跑到边上去。而同剧组的陈飞宇更是被网友调侃，这次红毯的目的就是让他爹在 C 位，老爹哪里是 C 位，他往哪边站，一把拉过到 C 位的魏大勋，忙的是不可开交。彭昱畅看见自己站 C 位，也是吓得立马让 C 往旁边靠，生怕惹祸上身。而周深的被动 C 位，站在邓超、蓝宇中间，救命，好像那个一家子。在台上看见别人俩聊天，更是慌到原地转圈圈的地步，满脑子写着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在干什么。而这次颁奖典礼最尴尬的应该是江疏影吧，在有超大提词器的情况下，把你好李焕英的插曲萱草花说成萱青草。就好比当我想到你好李焕英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起你唱的那首萱青草。萱草花，萱青草。怕被骂，立刻发文调侃自己，说自己在厕所默写，结果文案把不依不饶写成了不依不挠，这又嘴瓢又手抖的操作，谁看了不讲一声六啊。江疏影这种活泼真性情人设真的是不适合你呀。而本次最大的看点应该是影帝影后的角逐，张译打败张涵予，刘烨打败易烊千玺，获得影帝。易烊千玺第六次和影帝殊荣，失之交臂，都快成了专业陪跑选手了。影帝候选者都被安排坐在了一起，制作方估计也知道没获奖演员的表情很有看点，而易烊千玺、张涵予落落大方的拥抱获奖者非常和谐，毕竟刘烨还分给易烊千玺几把瓜子儿呢。而粉丝开始抱不平啦，觉得易烊千玺瘪嘴很委屈，那人家张涵予还抿嘴了呢，易烊千玺这么年轻，往后的路还很长嘛。而影后这边，21岁的张子枫打败贾玲，凭借我的姐姐获得华表奖影后，成为华表奖最年轻的影后获得者，获奖时开心到捂嘴。其实入围名单出来他就有很大的机会，毕竟你好李焕英表现最好的是张小斐，任素汐也打败袁泉获得影后。好了，这次华表奖名场面就盘到这里啦。总的来说，明星社交比颁奖好看，还奉献了很多笑梗，希望继续保持哟。